陆离，老大，哎，这咋打开？你看，那是不是雇机器人啊？哎，真是，打招呼，真是。哎，顾总，顾总，真巧啊，顾总，你也在这儿呢。我老袁，杨过，杨过，你们看那个，你看，那个女的有点眼熟，哎，我也觉得有点眼熟。谁啊？你认识啊？我同事。我先走了，去吧，我来。就那个。嗨，小哥哥，需要合影吗？哦，姑姑。喂，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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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就拍一张照，没必要。你们等我来，我就。姑姑，哎，你坐下来吧。就拍一张照片。对呀，是。行吧，江一，江总。陆离，你怎么穿女装啊？是啊，你怎么成女的了？是啊 ，coser 不分男女吗？哎，我的头发！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江总，你这么煞费苦心要进我们公司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江总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不好。我是真的很喜欢公司的游戏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但是我最讨厌被欺骗了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江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不可以，你在我这儿没有特权。你喜欢过女程序员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被女程序员伤害过，所以你对所有女程序员都有偏见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真的了解我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肯让我留下来？因为我嫌麻烦，我不喜欢你，听明白了吗？从明天开始，不要让我见到你。江总。知道我现在说什么，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完再走，行吗？七天，我只给你七天时间。好，谢谢老板。